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悲剧。它彻底改变了世界面貌，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拨开浓重的历史烟云，追寻远去的战争余响。百战经典，纪念二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别节目。二战全集。中途岛海战扭转乾坤，美军从此掌握先机，日本节节败退。这是历史上一次绝无仅有的航母大战，美日两国在太平洋上展开激烈对攻。百战经典系列节目《二战全记录之烈日猖狂》。因为珍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大家好，欢迎收看百战经典系列节目《二战全记录》。太平洋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日本为首的轴心国和以英美为首的同盟国进行的战争，范围遍及太平洋、印度洋和东亚地区，其惊天动地的气势堪称战争史上的绝笔。在战争初期，日军占据上风，他们的东方版闪电战势不可挡，一度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1941年12月7日清晨7:56，日本飞机直接扑向了美国夏威夷群岛的上空。他们的目的是轰炸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的太平洋舰队。5艘美军战舰立刻中弹，几分钟后更多日本飞机来袭。到了8:35，2艘美军战列舰被击沉，2艘船体倾斜，另外还有2艘严重受损。7艘战列舰内华达号匆忙起锚，驶入大海，很快它就遭到围攻，被迫搁浅。零式战斗机开始疯狂扫射整齐排在机场上的美军飞机。他们还攻击了附近的陆军营房。奇袭结束时，几十艘美军战舰被击沉或遭受重创。此外，美军还有188架飞机被毁。第二天，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式对日本宣战，战幕已经拉开。在兵强马壮的美国缓过神来之前，日本的闪电攻击能否把美国击倒？美日交锋是二战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早在1940年8月，日本就迈出了走向战争的第一步。法国在欧洲战败，日本开始垂涎法属中南半岛北部的空军基地。日本帝国正在谋求快捷的扩张方式。一年后，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使用法国在中南半岛的空军基地。
就在法国犹豫不决的时候，日本人大举入侵，占领了整个殖民地。这一举动迅速引起了连锁反应。美国冻结了日本在海外的金融资产，从而有效地剥夺了日本购买石油的能力。日本需要做出抉择，要么屈服，颜面尽失，要么攫取更多的地盘，加大赌注。日本新政府由野心勃勃的东条英机统领，他会选择哪条路，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不久，日本陆军和海军司令官就接到了命令，准备发动闪击战，全面占领由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控制的远东地区。日本想要迅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日本人认为，美国是个追求享乐的国家，经不起持久的战争和惨重的伤亡。日本军方打好了如意算盘，如果他们能摧毁美军太平洋舰队，那么美国很快就会求和。于是他们悍然决定袭击珍珠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负责指挥整个袭击行动。他有十艘战列舰，十艘航空母舰，他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载飞机。他的对手美国太平洋舰队有八艘一战时期的老式战列舰和两艘航空母舰。山本对攻击行动进行了周密的筹划，他打算在星期日袭击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军舰队，因为有情报说美军通常会在港内过周末。日本攻击部队在北部千岛群岛的丹冠湾完成集结，采取彻底的无线电静默。1941年11月26日，日本舰队启程开赴前线。为了迷惑对手，日本派谈判代表前往华盛顿，佯装讨论日本从中国撤军的问题。日本舰队航行数日后补充了燃油，很快他们就挺进了夏威夷。美国人仍被蒙在鼓里，完全没有察觉大难将至。12月7日凌晨6点，最后检阅完毕之后，第一波日本飞机起飞了。日本飞机开始发动攻击的时候，美军官兵正在享受假日里美好的清晨时光。不到2小时1刻钟，袭击就结束了。山本的计划似乎完成的比预想还要完美，可实际情况呢？日本遗漏了一个重要环节，美军舰队的两艘航空母舰当时并没有停泊在珍珠港，他们躲过了一劫。
美国人震惊之余，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种情绪很快就变成了报仇。就在美国朝野忙着动员民众发动反击的时候，日本人又对美国的西方盟友进行了更大的羞辱。1941年12月，美国人还在舔舐珍珠港事件留下的伤口时，日本对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地发起了一系列进攻。日本认定自己已经打垮了美国，现在他把目标对准了英国及其殖民地，首当其冲的是马来亚。日军从这个地区的东北部登岸，根据计划，他们将沿着东部海岸一路南下。入侵日军遭到了一支英属印度军队分遣队的拦截，经过一天的战斗，日军轻松取胜。与此同时，在泰国，另一支日军未受抵抗就完成了抢滩登陆。很快，30000日军进入马来亚境内，沿着西海岸向南挺进。其中有两支日军负责攻占新加坡，因为新加坡是英国控制远东地区的军事和政治中心。英国信誓旦旦，认为马来亚是坚不可摧的堡垒。他们的炮口全部向南，对准了大海。可日本军队却从北方沿陆路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日本陆军继续向南挺进，直逼新加坡。1942年1月11日，吉隆坡落入了日本人手中。英军节节败退，最终退到了新加坡。2月初，日军开始发动进攻，守城的英军很快就乱成了一团。英军指挥官阿瑟·珀西瓦尔将军率90000余士兵弃城投降。在英军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位指挥官率领如此庞大的军队投降，更何况敌军的兵力尚不足自己所率部众的1/3。可灾难却远没有结束。在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日本军队的魔爪也同样凶狠有力。驻扎在香港的英国守军，在抵抗了2周之后，也宣告投降。在菲律宾，美军陷入了同样的境地。日军先发制人，突然轰炸克拉克机场，当时大量美军飞机还整齐地排列在地面上。多数飞机被毁，2天之后，美军在菲律宾的空军力量已经丧失殆尽，日军有恃无恐，开始登陆。菲律宾守军很快土崩瓦解，日军迅速挺进，
十天以后，马尼拉陷落了。美军兵败如山倒，被迫撤到了巴丹半岛。他们想在这里坚守到底，直到援军赶来。可援军却迟迟未到。1942年4月3日，日军乘胜追击，对美军阵地发起了总攻。经过四天的激战，他们突破了美军防线。两天后，美军缴械投降。二战全记录。1942年4月18日，珍珠港事件结束四个月之后，美国终于向日本展开了反击。美军轰炸机飞抵东京上空，向这座城市靠近天皇皇宫的地区投下了炸弹。这次空袭给日本国民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四个月以来，日军捷报不断，他们没有料到日本本土会受到攻击。于是，日军的军事首脑决定巩固国家防御力量。如果他们能在太平洋设置更多战略前哨，就能在盟军尚未接近日本本土时先发制人，将其摧毁。此时，日本大量兵力分散在了中国沿海大部、东南亚和菲律宾。他们还占领了河属东印度群岛。现在，他们决定一路向南进攻，攻袭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同时向东占领位于太平洋中央的中途岛。这样一来，日本本土就有了一层外围堡垒。日本人在展开部署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动存在致命的漏洞，二战后他们才觉察到这一点。此时，美国已经破解了日本的军事与外交密码。到了1942年春，美国海军驻夏威夷的密码破解小组已经成功破获大量情报，美军此时可以准确地掌握日军的意图。当时，美军在这一地区的总指挥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已经得知日本入侵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方案和时间。如果日军成功，澳大利亚与盟军的联系将会被切断。日本轰炸了达尔文市，美国人对日军下一步行动更加警觉起来。1942年5月初，日本谋划已久的企图拓展防御空间的战略方案正式启动。他们占领了所罗门群岛，两天以后，日本航母舰队进入了珊瑚海，准备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动攻击。这一次，美国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尼米兹总司令命令两艘美军航空母舰和数艘战舰进入了这一海域。最初两天，双方舰队一直在搜索对方的踪迹。很快，5月7日，美军飞机发现并击沉了日军航空母舰“翔凤号”。
珊瑚海战役就此打响。第二天早晨，日军发动了反击，他们疯狂地向美军舰队发射鱼雷和炸弹。刚开始，美军航空母舰约克城号成功躲过了日军鱼雷。可一枚炸弹最终还是穿过它的四层甲板，将其引爆。37名美军舰员死亡。体型庞大、不够灵活的“列克星顿”号也被多枚炸弹和两发鱼雷击中，它的舰体严重向左倾斜。接着，美军还以颜色，向日军航母“祥鹤”号发起了攻击。第一轮空袭遇到了日军零式战机的拦截，美军道格拉斯破坏者轰炸机被迫开始从远处投掷鱼雷。所有鱼雷都未能命中。在第二轮攻击中，美军轰炸机终于扭转局面。日军祥鹤号航母的甲板严重受损，再也无法让飞机在上面起降了。经过两天的激战，双方军队终于停火了。当晚，原本还能飘在水面上的美军列克星顿号突然发生大爆炸。一处未被察觉的航空燃料泄漏，最终导致了舰体起火。好在伤亡得到了控制，近3000名舰员中有215人送命，余者全部获救。晚些时候，美军用鱼雷将这艘废船击沉了。从表面看，珊瑚海战役似乎是一场平局，双方都损失了一艘航母，都另有一艘严重受损。然而从战略上看，美军无疑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战，美军阻止了日军攫取更多地盘的步伐，挫败了他们孤立澳大利亚的计划。珊瑚海战役开启了海战战术理论的新纪元。这是首次交战双方的战舰完全在市区外进行大规模海战，从航空母舰上升空的飞机成了作战的主要武器。这清楚地表明，谁能更好地适应这一新型海战形势，谁就更有可能取得胜利。此时已是1942年晚春，日美两军陷入了对峙的僵局。日本急切地希望能够速战速决，否则他们就会被资源雄厚的美国拖垮。5月中旬，日本开始准备下一步的行动，美军密码破译组报告称，日本正在策划新的攻击。攻击目标的代号是 AF， 位于太平洋中部某地。让美国人头疼的是，他们并不知道 AF 指的是哪里。密码破译组想出了一个确定 AF 位置的办法，
中途岛美军基地发出了一条不加密的电报，电报说中途岛供水系统出现故障。不久以后，美国密码破译组就截获了一条日军通讯，通讯称 AF 目前有供水问题。现在尼米兹终于确定了敌军的攻击目标。二战全记录。日军的作战方案十分复杂，他们决定首先佯攻北太平洋地区的阿留申群岛，以此来吸引部分美军舰队，然后再趁机夺取中途岛。到那时，美国人势必会匆忙调集航母舰队进行回防，包括四艘大型航空母舰在内的庞大日本海军将守在那里，直接将其歼灭。日本人在一年内第二次企图彻底消灭美军太平洋舰队。与此同时，由于破译了敌方情报，美军航母离开了军港，驶入了有利海域，以便伏击日军。1942年6月3日，日军果然按照计划对阿留申群岛发动了攻击。尼米兹没有调兵支援，接着次日早晨，日军主力航母舰队对中途岛发动了第一轮空袭，以便削弱岛内的防守势力。守在这里的美军战机予以还击，其中多数都是过时的布鲁斯特水牛战斗机，很容易就会被日本零式战斗机击落。尽管如此，日军空袭还是受到了阻挠，中途岛的防御力量没有垮掉。日军舰队司令南云忠一需要做一个艰难的抉择。此时他手下还留有一些备用的飞机，这些飞机满载军火，专门用来对抗可能会出现的美军战舰。他是否应该命令这些后备飞机卸下已经装好的鱼雷和穿甲炸弹，换上高爆炸弹和杀伤弹，然后对中途岛发动第二轮空袭呢？一旦这样做，他将无法袭击美军舰队。他权衡再三，决定要冒这个险。可就在日军换装炸弹的时候，他收到了最不想收到的消息：日军发现了一支美军舰队。这会是一支美军航母舰队，还是一支不太重要的小型舰队呢？南云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他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轰炸中途岛，还是再次换装炸弹攻击美军战舰。最终南云决定放手一搏，继续对中途岛发动第二轮攻击。他希望当这些轰炸机返回时，还有时间重新武装起来攻击美军战舰。可就在这个时候，日军航空母舰突然遭到美军轰炸机的袭击。日军零式战斗机紧急起飞，美军轰炸机被击退了。接着日军侦察机发来了另一条情报，情报称这支舰队中的确有航空母舰。
这样一来，南云再次为难起来。飞机换装弹药的进程已经完成一半，可美军航母显然是更重要的袭击目标。他决定再赌一把，他命令重新换装武器，以便袭击美军舰队。但是在飞机换装弹药的时候，他的战舰成了活靶子。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他们遭到了低空飞行的美军鱼雷轰炸机的袭击。这种轰炸机老旧迟缓，而且没有战斗机护航。他们在接近日军舰队时，很多都被击落了。如果仅看这一刻，南云的赌博似乎赢了。可是就在他的轰炸机重新装弹完毕，准备攻袭美军航母时，形势马上发生了逆转。美军俯冲轰炸机悄然飞到了日军上空，向日军舰队猛冲下来。强大的攻势让日本人措手不及。南云的赌博代价太大了，他成了任凭美军战机宰割的鱼肉。不到五分钟，美军俯冲轰炸机就击中了三艘日军最大的航母，一时间火光四起，他们全部沉没了。一场暴雨保住了日军第四艘航母飞龙号，当天下午他发动了疯狂的反击。美军航母约克城号严重受损，几天以后他被一枚日军鱼雷击沉了。可日本人的反击并没能维持多久，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飞龙号也被美军击中，它很快就被一团火球吞没了。几小时内，被日本人寄予厚望的海上优势打击力量就被美军摧毁了。中途岛一战以日军完败收场。现在美国控制住了太平洋的局势，不过陆地上的日军仍在负隅顽抗，他们有勇猛强大的空中支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日本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优势。直到1942年夏天，日本的设想仍没有落实，他们没能在日本本土周围打造出一条占领区防御圈。他们的舰队损失惨重，而夺取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中部岛屿的图谋也已流产。日本高层又拿出了新的方案，他们认为既然海上行不通，他们就从陆地上冲过去。7月21日，一个师级规模的擅长丛林作战的日军部队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北海岸登陆，他们立即向西挺进，意图占领莫尔兹比港。日军起初动作神速，他们遇到的小股澳大利亚防御部队抵抗力非常薄弱。几周后，日军就占领了通往欧文斯坦利山脉的主要山头。接着他们不再前进，等待援军，以便一鼓作气拿下莫尔兹比港。澳大利亚人也集结了新的部队，
日本人再次开拔时遇到了极为顽强的抵抗。这是日本军队首次遇到如此强大的对手，澳大利亚士兵展现出了与日军相当的能力和斗志。他们誓死坚守阵地，让日军一时间陷入了混乱。不过，丛林环境异常艰苦，在热带，雨水连绵不断。再加上疟疾盛行，不得已，澳大利亚人再次撤退了。经过两个月的苦战，日军与莫尔兹比港的距离只剩下了不到50公里。就在这个时候，美军增援部队终于赶到了。战局开始迅速逆转，9月和10月，日军节节败退。日本军队孤注一掷，进行了自杀式的抵抗。许多士兵宁愿战死，也不投降。盟军一方又花费了2个月的时间，才把日本人彻底制服。战场上尸横遍野，15000名日军挺进巴布亚新几内亚作战，最后只剩下3000人生还。日军陷入困境，他们在海上已经失利，现在他们又丧失了陆地上的主动权，而美国的军事实力到这时候才逐渐显现。日本人只剩下了一张王牌，空军。1942年的整个夏季，日本工程师开始在太平洋各处建造一系列的简易机场，其中一座机场就建在了南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卡纳尔岛。这座机场会对前往澳大利亚的美军运输船队构成直接威胁。正因如此，它很快就成了一场重大战役的焦点战场。1942年7月，一支美军海军2栖作战部队向这座机场发动了袭击。他们登陆时未遇任何抵抗。美军计划夺取这座日本人已经修建一半的简易机场，以便将它改建成美军基地。然而日本人却并不准备轻易放手。夜里，他们派部队支援岛上日军，并对护送海军陆战队的美军舰队发起了攻击。在这场火光冲天的夜战当中，日军巡洋舰击沉了4艘盟军战舰，并赶走了其余战舰。
岛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只能孤军作战，他们的装备严重不足。他们开始在机场周围挖战壕。尽管轰炸从未停止，可利用日军留下的工程机械，美军还是成功改建了机场。两个星期后，一群美军野猫战斗机和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飞到了这里。他们来的正是时候。第二天，刚刚抵达这里的日军部队就对机场展开了一系列自杀式攻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日军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疯狂进攻。到了1942年冬季，战局陷入僵持状态。利用这个间歇，双方都开始修筑防御工事。随后，精疲力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一支生力军替换了下来。接着，美军开始对已经被分隔包围的日军发起了又一轮轰炸。1943年二月初，美军终于赢得了瓜达卡纳尔岛的完全控制权。他们已经锁定战局，在海上和陆上都打败了日军。他们甚至抢走了日军的空中优势。日本人嚣张一时的东方闪电战至此宣告失败。从这一刻起，太平洋战争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此后，日军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处处设防，步步被动，直至战败。而美国则通过瓜岛战役，逐步改善了不利的战略态势，赢得了动员人力物力的时间，为太平洋战场上即将开始的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百战经典，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墨索里尼北非豪赌失利，希特勒大举救援。面对沙漠之虎隆美尔，盟军接连临阵换舰，最终反败为胜。一个小岛决定了北非战场乾坤，一条航线牵扯到对阵双方的成败。在辽阔的地中海上，一场生死对决即将展开。百战经典特别节目《二战全记录之决战地中海》。